Hey bro， 干嘛坐离我那么远？因为你是熊麻吉，我不想跟你做朋友。为什么 ？Why？ 因为最近大家只要听到脸熊、人熊，大家就离得远远的。Oh yeah， 熊麻吉有这么可怕吗？你看《瘋狂大悶鍋》就知道。Oh yeah。